肉酱意粉是一个传统意大利料理，酱汁浓郁，口感丰富。今次教大家一个可以20分钟完成的简易肉酱意粉。睇片之前记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揿埋个钟仔啊！材料有意大利粉250克、免治牛肉250克、洋葱半个、蒜头四瓣、车厘茄200克、意大利粉酱250克、茄膏40克、红酒25毫升、罗勒叶8-10片、盐少许、黑胡椒碎少许、橄榄油少许、柠檬一个、牛油10克、芝士碎适量。煲滚水，落意大利粉，按包装的指示时间煮熟。将洋葱和蒜头切碎，洋葱和蒜头可以增加酱汁的口感和香味。然后落锅中火炒3-4分钟至香和洋葱半透明。落免治牛肉炒匀。免治牛肉是一种高蛋白质和低脂肪的食品，对于维持健康和强壮的身体非常有益。跟住落车厘茄、意大利粉酱、茄膏和红酒炒匀。意粉酱可以揀啲冇肉碎的口味，而我今次揀咗嘅是蘑菇口味的意大利粉酱。加盖煮5分钟，如果不够汁可以酌量落啲水。落盐、黑胡椒碎、橄榄油，落辣叶拌匀。再刨少少柠檬皮煮2分钟，增加香味。最后加入牛油拌匀，令到个酱汁变结。将肉碎淋在煮好的意粉上面，再撒上少少芝士碎就完成啦。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 like、subscribe 和 share 给你的朋友啊。